安全回家的道路。刚刚吴局长也提到，道路平时古里跟双狗的，今年双狗的一年，这表示啥？表示咱大家打拼，咱这个计划、这个办法已经是好过了。我除了已经将刚才的谢多谢，感谢大家帮忙。我要讲拜托大家，我要拜托大家，包括咱市府的同仁、区公所的同仁、各个管线单位，所有参与道路工程的任何一个人，拜托大家继续的打拼，继续的进步，来达到咱的目标。安尼好不好？我们好是这样子，爱感谢拜托，好爱感谢拜托。其实吼，谈明天。我是立法委员，阿平平啊，我是来做市民。其实呢，咱市民吼，乡下人是多无袂一定乡政府嘛。啊，所以我咧竞选台南市民的时候，有人咧甲我讲，讲阿市长，你若做市民，所以你有法做甲多做无袂。所以呢，我竞选市长了后，我推出的第一个重大政策，就是落实方案，就必须解决民患。另外一方面，更加大的目标是咱嘛应该有责任，互市民一条较安全的道路通行，啊，无人交税金就要怎啊？哦，啊，我真正真感谢大家拍拼，哦，公务局、哦，副局长团队，哦，大家真拍拼真用心。今仔日咱政委公司，哦，给这个设计规划嘛真好，哦，咱各管线单位积极的前来配合，哦，大家我真感谢，哦，真感恩。也是市长的督导，哦，也功不可没。那这几天大家共同发表结果。那我讲话最题哦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第一个问题出在，因为咱管线单位一月二的时阵哦，愈消耗愈叫做维修费嘛，啊，愈消费是交比愈消费更加是进步更无用。啊，这请假就回报，啊，你哪？是球员进裁判，球员进裁判，一年收偌济呢？五亿外好像是啊，公务当初一年收5亿多元的工程费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报时阵吼，没有严格的落实哦，保护的。第三，新的道路在古当时也铺无外好，不需要啊，民众的要求。嘛是讲无同意，但是路打铺好行，啊开好行，咱就开始好啊。我咧看吼，路无平，啊用古人吼，年久失修，自然损坏是无啊。但多数拢是管线挖掘了后，搁再吼，搁铺无无平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调整，第一个啊就是。当确立那个准则，新的道路的铺路，尤其是路平专案，都已经都坎坎坷坷都未行哩啦，用安全的铺路的，违建最深的，我们先把它编预算用路平专案。它的路平专案有标准，爱10公分以上的道路啊，啊，而且铺路了后，人感觉人也积极，民众也能用啊。铺好了后，严格禁止三年内底，未使阁恶，未使阁卖关系。所以要做咱这三个目标，啊、哦，咱管线单位参加目标，大家互相合作。特别是今仔日建立这个平台，应该讲都有法度通避免三年内底阁恶变。第二呢，啊、哦，第二就是市政府，无必阁收补消费。哦，无必阁收补消费，互咱管线单位，哦，家己补，哦，啊，家己补，家己补。市政府，哦，是公关的，是来检验，哦，看有无错。那如果各部门我是清楚，哦，旧的道路会当互大家补，但是补，但爱补补到什么程度，只能够有色差，不能够有高低差。这无什么工程上困难吧？这铺到原来在卖，无工程上困难吧？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诶，主持我讲过就是，逐工一般人是大概两万人到啊，哦，伊
其实背也阁无做到一半。心痛的所在真多，但是参观来道路的路面吼，必须较困难，吼也困难。我咧看原来应该是讲吼，咧铺的道路无另外，应该爱阁讲吼，爱阁另外铺的边啊啦吼，比如你若完全买50公分，你不可能只干那栽50公分尔嘛，应该爱阁另外铺的，吼。一个深度，啊！你后摆你铺那啥，旧米，咱铺的，哦，路面是你讲，路边铺起个什么标准？咱去日本啊，去，咱讲日本啊，哦，其他所在其他国家，也是讲其他县市，每人铺嘛铺到足侪的，哦，甲咱看习惯出来，但是呢，高低差看袂出来，你行过来，远看。啊，有色的，像咱有些泰国同款嘛，白色的、棕色的，色无同款，但是观光同款，啊，咱怎么怎么调整？这嘛是咱另外的，吼、哦，一个环节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路消费不敢再跟大家说，啊，不敢再跟大家说，所以我拜托吼，咱的管线单位，你交流当面标准了后，我们爱怎么怎么调整，咱爱去填补的尴尬。当大老前进步，哦，来给你验收的时阵拜托，这点是千万爱给你拜托哦。我领导会他这个跟我们公司讲，一天通破了新厝了，起来一摆厝，哦，以后啊，当我们起厝的时候，到这个路面的高台，路面的高台，所以你要将每天都破了，破新的厝，啊，破个准备，但是啊。它周边的道路有高低差，明显看到高低差，你敢像大人的高油的啊，哦，啊个乌色的灯光，跟高油的色不相关，要大人高油的啊。我请个同事哦，拜托这个建设公司，停别过，停别过个太快，停别过个，一直聊嘛，只有个公车啊，我拜托银行。啊，道路一半，雾面真变化，啊，真变化。那么讲来关田，啊，关田那个发电机这个东西，头一边讲不能是在电嘛，哦，啊，我把车干部叫跟在电拜托，雾面变变变化。你日本人换一个工变化，就日本人来发电机这个东西呢，那改一条道路叫做发电路。结果咱大地，咱大地，咱大地，这边看到了，哦，拜托，哎，这边嘛，不做嘛，哦，我嘛跟台电公司啊，感谢。所以我们要这种标准。过来嘛，就是咱是工作。现在很多局长在这里，啊，很多局长在这里，或者去工作在这里，千万不要在办公室里面就应酬的，啊，提供我们一年多少案件，这个局长。八千件大概，那除以哦365天呐，第二是除以37个区工作，哦，其实那跟你两休差不多啊，嘛无讲完，哦，你若讲完全照工作，你比两休是绝对两休袂了，但是咱干脆讲袂对，啊，迄什么，是爱需要什么专业嘛？你著行遐甲看，咱靠伊咱进一遐甲看，讲诶，到底有高低差无？那么高低，那么高低差，那么各方哎，你哪个看？那这不行，啊，这不行。啊，那么高低差，你那边哪个看嘛？哦，因为咱这个大家讲好嘛，因为咱是为讲啊，完成这个做市场，有法做，你多跟着我们行公司嘛。这是台南市民大家共同的使用的，啊，咱共同来做这个贡献。台湾社会，我跟你讲哦，铺油做路嘛。相关的工作，哦，咱有这个机会做这个工作，免费赚钱，咱来外国做，好啊，较用心。所以区公所的同仁，区长那个我们区公所同仁，如果验收没有落实，啊、哦，未来被查到，我一定严惩，我一定严惩。我现在台北公仁，今天在台北公仁好不好？咱区公所同仁，好、哦，明天我给你拜托。我要把这个拜托回去，一定要交代。
那区长亲自来回去区公所的那个区务的会议，一定要亲自交代，啊，一定要亲自交代，一定要亲自跟我们，啊，那个违规行为哦，那必然，那咱去做咯，一定会当中来工作，啊，一定会来工作，啊，因为是他做啊，咱这个监管公司伊的盖条哦，我感觉拢真轻松嘞，非常实用啊。哦，连主席咱大概都落咧检修的时阵就有问题，哦，即全民都有上来督工，现场去看，搁有即现场的这个监视，哦，事前的拍摄、现场的监视、后面的验收，拢有责任人嘞，哦，每一个人都发挥，哦，啊，其实上好是啥，时间的单位应该做好，哦，啊，今日你咱开，诶、欸，今日真侪人来嘛，哦，我来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包括电视部营建署工程组啊，还能强调我们建筑家的工作。哎，电视部营建署工程组，到底我来吗？哎，是阿谁有来吗？啊？有没有来？黄永正工程师，你刚来？啊，刘马来。OK， 好，来来这里啊，啊，这个我们在发包出去，承包的营造商。